神邱泽和女神徐伟宁结婚之后，两个人都没有合体现身。不过现在只要一方有活动，夫妻相处的模式都会成为话题。毕竟两个人工作都满档，聚少离多是常有的事。徐伟宁在工作繁忙的状态下，还依然重返校园就读硕士班，日前已经顺利毕业喽。虽然独自现身毕业典礼，但是老公邱泽还是忍不住大赞：“老婆太厉害了！”前几天老婆硕士毕业，没有私下庆祝。我觉得很厉害耶，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学习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在学校里面才算学生，那像出社会之后，每个人生阶段本来就有不同该学习的事情，我觉得他拿到学位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你帮他庆祝一下。没有，那个时候我在台中，但我知道他去那个毕业典礼。目前其实结婚之后，我们两个也都他拍了两部戏，然后我现在拍了一部戏，所以其实各自的工作还是占了大部分的时间。那老婆最近好像有谈师生变，容易报备。不太会特别报备，就是知道有工作，然后因为大家我们两个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也是会互相体谅。所以两位相处的时间其实也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嗯，现在算告一个段落，会休息一下。其实可以理解啦，因为每次一部戏就是尽全力的投入角色，然后配合剧组的时间。我们两个也都在这个工作那么久了，所以应该是可以知道那个情况会是这样。因为现在国外啊什么有些都紧紧的，有没有想说要去那边去？目前这个安排，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等于是这一段的空档就是稍微休息一下下。那你说如果要出国，你还得算上隔离的时间，那等于是出去再回来又是一段隔离的时间，可能那个假期的时间就要再拉长一点点才有办法出国。才刚结婚，刚刚分开，有一点心痛。因为工作是这么排的，所以也没有办法。那怎么回事？会视讯吗？会啊，会视讯啊，会通电话都会。那视讯的时候，我说这个太 detail 了。当然就是会分享。今天遇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顺不顺利？像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接下来的工作，可能这一段时间可以小小的休息一下，但之后还是有其他的工作。可能我觉得等，一方面也是等疫情再稳定一点吧。因为现在如果大型的聚会或者是人数多一点的场合，第一个地方不好借，第二个还是有疫情上的顾虑。这个随缘吧，谢谢大家，我们很难这样的情况。谢谢哦，谢谢。旺旺水呢，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所以这个非常时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